的过程超烫。嘿，各位，嘿，嘿，八哥好，嘿，八哥好，我去录他。人家你有，你要不然你说。哎、欸，我看这谁？哎呦，感觉你。好，我们今天要去南修。你有唇角膏还靠背？我有唇。今天要去南修，然后我们现在在剪头发。对啊，然后等一下要出发了，靠背。你开这个去啊？对啊，我要开这个去啊。今天要去南修玩，然后今天听说很大场，所以想要开个 Supra 去一下。哎、欸，这是 Supra 第一次正式去南修，哎，对不对？对啊。啊哈，爽啊！上礼拜还有粉丝问你 Supra 嘞。对、啊，这次我开过去。可是，在开始之前，想要先给各位看一下，最近我的507就给人那种专业的摄影师去拍那种运镜很酷的影片，所以我想说，我把那个过程拍下来，所以先去看一下。然后还有，我刚刚去台北玩，好，不好玩，够，超不好玩。你干了，你到了 ，Oh my。嘎，应该要绕过去哦。里面有三个，那边里面有那个六角螺丝，要把它砍进去。好久没有开到507，超生疏的。上面你看有装警灯，我不知道我们拍到。那这是我们的今天的摄影师，来吓一下他们。有要这样。啊，没有贴。他们成片拍完之后会再发给我，然后我会把它干在影片的最后。所以，嘿嘿，等下你们自己滑过去，不要快转哦。现在车子顶起来、欸，很久没有看我自己的车顶起来，你看这段，啊，超帅！他们现在顶起来拍什么？排气管本身。看，这就是把改宽体跟气压的后果。哎、欸，你知道这真的不是我在开玩笑，就是有时候抬最高的时候下地下室还是会刮到。你看这颗螺丝超水小，它直接哎，超大一块，这个最常刮。我们交车第一天在那个台北太美出来那个很不陡，对不对？嗯，刮到框，超级战损。有一次我去走那个德莱树，嘿，开宽体走德莱树，蛮有想法的。就刚好那个德莱树右边有站人，我就往左偏一点点，然后就咔。他马上把底盘拍好了，可是趁他们还在收尾的时候，跟你讲，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Nike， 然后你看那盒子。LV 的花纹，这双鞋我最近刚拿到，超帅。我们开箱一下，嗯、还有那个这个，其实老实说，我真的。对这个没有很懂，我只知道它有很多东西，就是它有这个鞋带的配件，这个 Nike 的跟背带，然后还有两个放鞋子的，然后还有绿色的鞋带，这是那个 Virgil 跟 LV 联名的一座 LV Nike 绿色的，超漂亮！我们把两双拿出来一下，感觉我第一次这样认真拆开，超帅！好，我们拿去拍照，走。我们现在在往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开，等一下要去拍动态，就是那种。Rolling shot， 上面的防潮帅，你看。我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好，不用介绍，撞坏了，没有，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相机。这照片拍起来超赞，我拿几张刚拍的给你看，这真的蛮屌的。好，我们先到那个定点，我快晕车了，腰酸，超晕。好，我们现在要录最后一卡是就弹射，所以就弹射。嘿，我要录车内，他录车外。好，现在流程是这样子，我要先空踩三下，然后再吹走。这是全关阀门，真的其实还蛮小声的，超小声那种。好，我们现在回去再一次用开阀门的。好，我们现在换开管。爽爽的，突然看到一台160 M5，踩一下啊！好帅哦！谢谢。你知道每次在路上遇到车友那种，哦，干好团结，这就是玩车嘛，好爽哦！现在把车停好，然后要搬框去蓝城的中部的店，我一只手搬不了，所以拜拜。好了，摆好了，507要被牵去验车了。哎，八月。哦，金框 ，nice， 谢谢哦，拜拜。今天很感谢他们帮我们拍片啊，然后他的资讯我都会放在这边，就随便发这边啊，随便啊，然后也会放在下面啊，感谢他们。等一下片尾会有他们的作品，他们会再发给我，会吧？会哦，会。好 ，OK， 那我们先撤咯。好，谢谢，拜拜，谢谢哦，拜拜。2000 years later， 哎，我突然突发奇想，今天想说我跟阿伦上来台北，嗨阿伦，哎，嗨阿伦，好久不见，嘿，嘿。
然后就想到说，其实我很多那种以前录好但是没有地方发的那种影片片段，都是那种路上，比如说看到一台车录一下，看到一台车录一下那种。刚好我们现在经过看到一台 S63 特别版的，我想说趁这个机会把所有我看到那些特别的东西就一次放在一部影片里面，因为我喜欢看车，我很喜欢看你阿伦。好，他拍了，这是一个限量版，全世界有200台，它叫做 S63 IWC Edition。IWC 就是你知道很多宾士什么 S Class 什么中间都有一个表，那个就是 IWC 的。IWC 本身是一个很贵很贵的表品牌，但是我不懂表，所以我就不多说。那这台车的外观一看就看得出来，因为 AMG 第一次用 Magno 这个车漆光泽，就是有点我不知道相机拍不拍得出来，就是那种半消光半亮光的那种车色。但这200台里面全部都是白的，然后要到之后才能选这个光泽的不同颜色。哎，这是轰达那个很可爱新的那个电动车，哎，可是我忘记它什么名字，但你看它后照镜镜头的，重点是这个，哎，好帅了，消光率改套件的大牛，哎，而且你看它红内，它是红鸡皮内 ，amazing， 有选配哦。Bravo Street。这63对不对？我感觉看那框，哇、哦，超帅！那框超球的，超帅！我们现在坐63站哦，好像是 Brabus 800，你看800还有贴800 ，cool。Lexus 的新的纯电跑车，没有啊，这有会飞。哎，台湾唯一耶，可是没有挂牌，但好帅啊，左驾的。真的是改装车有在开就知道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我再来要改的是散热，它如果开着冷气开一下就过热，啊，关着冷气的话只能撑一下。16吗 ？M3， 来来看，干你的涡轮超烫的，高飞超扯的，报告报告报，报告报告，你过来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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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有，哎呦干真的，好，你看完了可以滚，刚刚好笑的已经过了，什么好笑的？就这样啊，好那个，哦，无梗了，无梗，HD3 Touring 哎。我们停在最后面，原本的平常那里。中野，拉转拉转。靠飞。拉转拉转拉转。拉转拉转。拉转拉转拉转。你要修这唯一大道，装不进去。哎，你梦想车嘞？而且我觉得买不起的梦想才叫梦想。我觉得 GTR 就照这个颜色。嗯我觉得 GTR 就照这个颜色。你 RAM 这是蛮屌的，对吧、啊？总共总共来看一下这个。好、啊，陪我去走啊。看一下这，哎、欸、哥，我觉得这绿很漂亮。这是酒红色的。对啊，这是上次那台啊。好吃吗？这个也蛮香的，尤其这一台，这是上次没有看过的。干，你看它漆，它漆反光，是那种干相机拍不出来。你看，就想看照片嘞。嗯，它比相机还要深一点，差不多这样。哎、欸，有点哎、欸，有点像这样。对、哦干，哎、欸、对，就类似这种。哦，帅帅。OK， 我们现在要离开南丘了，因为我们把车都绕了一圈。我们过去跟那个大群那边的打个招呼，我们再撤。走吧，走吧，走吧。耶、yeah, ，没有熄火，哈哈，不要笑我了，哈哈。看到人就不要白痴了。我们先走喽，拜拜，拜拜，拜拜。靠北，就吹一波，直接被我吹到漏风。哎，完蛋，被我踩漏风。那就车子放在这边，然后等下见。哎、欸，我刚刚本来想要捕捉那种我们两个，你 M3 我 Super，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弹的那个画面，就一踩，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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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好多人哦。哎、欸，另外不要再说不见了。我们两个本来都留言呢。好了，哎、欸，那结尾了啦。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加分享。好，直接接那个五零七影片，拜拜。